啊，中华台北的选手发球，老将高宁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是吧？哎，今天高宁呢，快，快，第二盘和第五盘，好的，要成这个主教练来说已经是两三年了。 据我知道，因为前一阵前边也有最早的时候有这个。新加坡发球。 这球速度如果加一点的话，对这个新加坡这个冯学杰来说是针对对方的弱点。 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，那现在呢？人都差不多，没有说很细腻的一些技术，主要漂亮，这个球的落点了，还是要靠。 教练兼队员吧，啊，在今天的比赛里，他拿了两分，啊，为新加坡主力打第一场、第四场，第一盘、第四盘，第二个主力打第二盘、第五盘，他第一主力就是第二、第四，就是第二盘和第四盘的，叫高宁。客队就是主力打第二盘和第四盘。因为有时候选手就是两个相对之间的，不是说他技术好，或者技术差。 好的，5-10，你像这样5-11了。对，你像这种球刚才。